大家好，这次的登山行我们要来去走三牛纵走。所谓的三牛指的是三家的牛埔尾山、牛埔山以及英哥的牛灶坑山，是冷门的。这行程我们早在牛年就已经规划好了，直到今天才付诸行动。总里程 17.27 公里，高度落差346公尺，花费时间则是7时35分。整个路程起伏不大，是属于相当好走的焦山行程，但是沿途有许多树包石的奇景，以及千年石龟的神庙，是个练脚力的好地方。现在就请跟着阿正来走一遭吧。三家的牛埔尾山，然后再连走牛埔山，回到英哥的牛灶坑山，总共三只牛。目前时间是8:38，准备出发了。第一站是去牛埔尾山。看一下前面这一个看似荒地的地方，其实里面是一个菜园。从这里上去也可以到牛埔尾山，但是会经过人家的私人庄园。我们几天前就是从这里进去的，这次就不从这边上去了。上到轮顶了。
看有绳子哦，拉着绳子上去可能就是了。来到牛埔尾山，看一下我的后面这一颗巨石，这里就是树米三家之间的牛埔尾山。我们终于找到了，几年前来找是没有找到巨石的。这里的海拔高度是162公尺，它有一个图根点好测量。我们来到这边时间是9:33，周围没有什么展望，都是杂木林。果然是刚刚我们上来的那个产业农路，展望非常好，可以看到树林市区。这一座山是很冷门的，平常几乎没有什么人来，所以整个山径也不是很清楚。沿途呢有经过祖先的地，还有私人的农地啊，小径，甚至穿过竹林没有路径的路上来了。现在我们要离开牛埔尾山，巡沿路下去了，下来不到3公尺就接到原来的农径。回到道路的尽头，要再入原始山林，从这里下去接下一条农业小径。看一下路边的这棵大树的树皮被切割环状一圈，看来是有人要吃的意思，幸好没有死，活过来了，长成大树。回到竹林丛，这个竹林丛穿越就可以回到大马路了。这里有座挡土墙啊，可能是要防止土石流淹到底下的民宅。这个就是挡土墙的样子，水泥的。接到阶梯小路了，这个出去就是大马路了。已经从牛埔尾山下来了，接下来下一个目标是牛埔山。目前时间是10:25，哇，在牛埔尾山上的丛林里面穿越了一段时间，还有找路，终于下来了。沿着铁轨过来，竟然是尽头，没有路，是民宅。这里是福德街15号。
终于找到了吉祥街，就在吉祥寺的正前方。这里是万寿山护国吉祥寺，进来拜一下。拍照的后面，这里就是万寿山护国吉祥寺，是在三家的山上。我们来到这边，时间是10:52，最海拔高度是52公尺。离开护国吉祥寺，我们就继续走吉祥街出去了。这里两旁也种满了樱花哦。来到三宫，我们继续往下一个目标前进了。终于来到三家车站了，前方这里就是三家车站。看一下的后方，这里就是三家火车站。我们来到这边，时间是11:07，这里海拔高度是30公尺高。我们要继续赶路了，第二只牛，牛埔山，前进。看一下这个车牌，我们刚刚是从吉祥街过来的，吉祥街的尽头就是护国吉祥寺，要上到吉祥街也不简单，从后站的铁轨路要经过福德街，上到吉祥街是要走山路的，而且是不明显的山路，试了2-3趟才试成功，就继续往前了。来到大丰一号坑，这里是以前挖煤矿的地方。这个坑口没有设栅栏哦，不过里面都是水，已经积水了。看一下我的后面，这里有写德和街大丰一号坑。这里海拔高度是34公尺，我们来到这边是11:15，目前这里还有做装置艺术工。前方这里施了很多的花盆跟玩偶造景。我们就从旁边的阶梯上去。来到牛埔山的入山点，就这个竹丛旁边，现在有另外辟一条路，叫绑布条，然后前方也可以，以前我们都是从前方那一条上去。看一下后面这棵树，这里就是树抱石的奇景，这里海拔高度是168公尺，我们来到这边是11:35，然后路径就是要
经过这个速霸石的左手边，上到它的上面，再绕过去。就上了。来到千年石龟，也是一颗速爆石的奇景。在我的后面，这里就是千年石龟的奇景，它的海拔高度是188公尺。在我看来，它也是有一棵树长在这个石龟上面，像极了妙蛙种子。我们来到这边，时间是11:40。上来的这一条路都走在树根上面，是一条树根阶梯路。来到能线岔路，往右就是前进牛埔山，往左就是继续往石灰坑山前进，我们就往右进去牛埔山看看吧，不到几公尺就到了。来到牛埔山，看一下我的后面这个基石，这里就是牛埔山，它的海拔高度是226公尺，有一个足根点。我们来到这边，时间是11:52，这是三牛种的第二只牛。周围也没有什么展望，都是杂木林，但是依稀的树缝还是可以看出去远方的山形。就继续往前走了，要下切德和街，还有500公尺。来到镇南宫，前方这一座庙宇就是镇南宫了。我们准备要在这边开煮了，吃午餐。看一下我的后面，这里就是镇南宫。我们来到这边是12:20，刚好是午餐时间，就在这边用个午餐。这里海拔高度是110公尺。水果呢？泡个红茶。计时3分钟，就会有一蜜香红茶，浓浓的红茶，好喝哦。继续烧开水煮面吃。
算了。用餐完毕，感谢正南宫提供更舒适的环境，我们就继续前进了。剩下大约100公尺就到出口了。来到出口，接上民和街，这里人用一个木棍、树枝围住，可能是不让人家误闯吧。就是武安宫，它的海拔高度是302公尺。我们来到这边是1:42，石碑坑山，直接从这个红色的梯子上去。在我的后面这个基石，这里就是石灰坑山啊，它的海拔高度是374公尺，它有一个三等三角点，编号是978号。我们来到这边时间是1:58，周围有一个佛祖小庙，然后都是杂木林跟芒草丛生，看不出去，但是天空很宽广，可以看到天。开石灰坑山，我们就继续往前了。来到望湖山，就是这个树丛。看一下我的后面这堆竹丛，刚刚石灰坑步道过来跟望湖步道交接的这个竹丛，这里就是望湖山，这附近的高点海拔高度是350公尺，它并没有计时，我们来到这边是2:12，周围就是竹丛，没有什么展望，只有前庭的天空可以望出去。离开望湖山。
我们就继续往前了。看一下我的后面，这里就是莺歌的一号大榕树，百年大榕树。它的海拔高度是340公尺，是一棵超过350年的大榕树。我们来到这边是2:23，到了这边就是莺歌树林跟龟山的交界了，再下去一点点就是莺歌了。我们快要回去了。百年大榕树，基本上我们已经进入了莺歌的区域范围了。到坑山，看一下我的后面这颗基石，这里就是牛灶坑山，旁边有一个观景平台，也可以休息，也可以看台北101。它的海拔高度是243公尺，是一颗土耕点。也是我们今天生牛重走的第三只牛，我们已经抓到了。周围的视野相当的棒，从这个观景台看过去，右边就是北大地区，往前直看可以看到台北101。灶坑山，基本上我们今天三只牛都抓到了，任务达成了，接下来就要下去了，会顺便再捡一颗山，就是龟公山。基本上现在我们在林线上，冷风徐徐，然后还夹带着毛毛细雨，身体是会冷哦。来到龟公山，
我们后面这颗基石，这里就是龟公山，它的海拔高度是205公尺，有一颗省政府地震处的基石编号是 F253。我们来到这边时间是3:14，周围的视野呢相当的广，这里以前有芒草，现在割开了，所以非常的清楚，可以看到尖山，还有三鹰捷运线，有拱桥造型。那前方就是大汉溪，对面就是北大特区。离开龟公山，我们就沿着深龙步道下去了。到碧龙宫，这个是它的正殿。来到北鹰山，看一下我的后面这个基石，这里就是北鹰山，紧邻的北鹰里的旁边，那标高只有66公尺，有一颗矿物克的基石，编号是86号。我们来到这边，时间是3:55，它是置身在竹子丛里面。是人家的竹园，周围没有什么展望，就是竹子园。然后底下，可以看到大汉溪，我还有铁轨，还有马路。离开北鹰山。基本上我们今天所有的山头都摸完了，旁边就是深龙步道，就直接回去了。